九集《混天绫》。好啊，看你往哪里逃！哎呀，干得好，哪吒！哼，这害人的家伙，这次饶不了他！娃娃，欺人太甚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！这个家伙好像比之前强大了许多。奇怪，这个能量好像不属于他自己。那又如何？能对付你这娃娃就行。说我是娃娃？看我把你打回原形！娃娃，你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吧？天下妖族无穷无尽，看你能有什么好下场！哎，哪里跑？等等，哪吒，你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？我哪知道什么追捕令？别让他跑了！有趣的娃娃，别冲动，这里藏着一股可怕的妖气，绝不是那只穿山甲可比。完了！什么东西？大王救命！大王救命！小的把哪吒带回来了。你做得很好。这娃娃进了我的千竹困锁阵，很快就会束手就擒了。你退下吧。是，大王神机妙算，小的告退，小的告退。哪吒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，你再不发威就来不及了。我被缠住了，你能拖上一阵吗？十个数。哼，够了！千千飞舞，喜欢抽是吧？让你们抽！干得好！天竺困锁阵，那就别走了，留在这里和我作伴。走。小心，屏住呼吸。来吧，到我的怀抱中来。夜壶，走。入了此地还想走吗？竹海结界，起。法力。
错不错，收下。你敢？哪吒，刚才那青烟是幻术，我要睡一会儿，小心啊！别胡，别胡！老竹子，还我兵器！说给就给，你哪来的兵器？这神兵利器放在你的手上真是浪费，不如留给我如何？宝贝倒是不少。困在这里600年了，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哪吒，你听我说。那就是他的法力之源，唯一的弱点，你必须保存体力，给他致命一击。我懂了，一壶。会带你安全离开这里的。爆发吧，爆发吧，好久没人陪我痛快地打上一架了。伤我朋友就要付出代价，混天绫。法宝也归我了。快来了，将冠军。不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东西可是老竹子的法力之源。这竹米的中心有一股仙灵之气，但表面却妖气弥漫，一定有古怪，不然怎么可能侵蚀得了你的仙剑法宝？哎，成了！老竹子，别，饶命啊！我之前只是昏了头啊。我本是天庭的一颗金竹，犯了错误被流放到这里反省。数百年来，我吞噬了太多妖兽，导致灵体被妖力反噬，才走上了邪恶之路。这真的？没骗我？这倒是能解释他之前的状态。那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愿从此改过自新？守护这片竹林，自当如此，我愿意，愿意。啊，你走吧。就这么放他走，这不得让他赔偿啊？他是仙才耶。事出有因嘛，他吞噬妖兽也算为民除害，我可下不了手。那我不白挨揍了？别就这么走了。
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。